厌世脸指的就是大家觉得好像他真的不快乐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让他真的觉得开心。可是为什么他擅长社交呢？是因为他输在了起跑点，他就要赢在后天的努力。哎呦，就一开始人家看他都觉得好像对什么事情都不快乐，好像没有很期待，所以他为了要让人家发现，觉得他其实是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或者是他很喜欢这个群体，所以他只好更努力去训练自己的社交技能，让别人知道，哦，我其实好快乐。我觉得其实很快乐，其实录起来。所以其实这种厌世脸的人，他反而很需要努力训练自己的社交技巧。真的，一开始在起跑点上就已经落后人家了。所以要更能够融入族群的话，他在社交能力上的不足就会比别人要求更加的严格。